里写进我日记，每天发生的事情，有空讲给你听我的秘密。你的光芒闪闪。大家好，我是虞书欣。哇哦，哇哦，好亲切啊！哇哦，被你装到了。哇哦，有点东西。原来这是我要设定今天当过的一连周全我练于是村上两岁起要荡平小森林的原因终于找到了火豆新鲜的专属心动的不可以给任何人做累啊活吗好累吗我先下来是给你拼命的吧你可闭嘴吧